22岁创东京卓一，年营收破20亿，婚变被净身出户，人生归零。为什么我要离开我辛苦了十几年的地方，然后竟然是一通简讯过来说你不用再进公司了，然后你的卡已经失效了。成前2年靠直播当网红东山再起，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破亿，我全部都是用社群去行销。周日晚间10点，叶蕴彤专访封面人物。